花，男朋友送的吗？这不是，是不是男？好尴尬呀！是不是男朋友送给你的？自己买的。自己买吗？还需要人？我还以为男朋友向你表白了呢。没有。是吗？有没有就是说那个男朋友向你表白的时候有没有给你送花？没有。而且关键是送的是菊花。不是，你在想啥呢？就我自己买的，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是吧？你为什么买个菊花呢？这代表个什么意思呢？他喜欢菊花。然后她闺蜜说她喜欢菊花。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我们在做一个街头节目啊，就是说那个什么，就是街头互动，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什么是菊花吗？菊花啊，就是你闺蜜说她喜欢菊花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那个什么，今天有一个段子，菊花是屁股啊？菊花是啥？菊花，你刚才说的菊花是啥？我说菊花是屁股。不是吧？啊，没，来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我们互动一下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就是叫做讲的一个段子，就是那个什么呢？曾经就是说以前很正常的一个词语，现在变得很污。然后今天你们举三个例子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就变得很污了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网络词语嘛，就变得很污了。你能给我们列三个那个什么不一样的？你菊花疼呢？然后菊花疼是什么意思？你得给我们菊花爆了是吧？还有啥？那菊花，不，等会儿，你得要给我们解释一下，要给我们解释一下。然后刚才你说的第一个是啥？菊花爆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的话。不，那句说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？你要解释一下。屁股疼呢？啊？屁股疼。屁股是屁股吗？是你确定是屁股吗？啊？直播呢？这是是直播呀、啊，对啊 ，YY 直播啊，对的。哦，是直播。Oh yes. 哦 yes. 不是重庆的，我们过来旅游的。我知道是你是过来旅游的，就是聊天，我们就是互动啊。还有哪两个？刚才说了一个菊花啊，还有其他什么？我比较好玩嘛，就是来没事，还有什么？来，还有什么？那妹子好玩，人家都说了，这妹子特别搞笑。还有，再举其他两个。人家给你送车，又不是给我送车。我们互动，我送你什么？我送你个吻。No. 我是万人网红。来，还有两个，来举个例，就是聊天嘛，又对你没有损失是吧？啊，还有什么？卡了，美女好，我不是河南的。你是来自哪里的？他猜出来，陕西的。陕西的，西安的。对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我发现重庆的西安的妹子好多呀！啊，来，再给我们说第二个。菊花爆了。菊花爆了，是爆菊花还是菊花爆了？那刚才你怎么一直在？我好尴尬呀！你怎么一直在说这个菊花的事情？你跟菊花两个过不去。你说让我跟说菊花的。我没说菊花了，菊花已经这个梗已经过了，或说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还有两个很污的词语，就以前很正常，现在变得很污。以前很正常，现在很污，啥词语？嗯哼。我们很纯洁。你们很纯洁。对啊，我们都纯洁宝宝。现在我没看出来啊。现在我没看出来，哎，你再举两个。我举不出来了，忘词儿了。忘词儿是吧？黄瓜。黄瓜。黄瓜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对吧？然后以前叫黄瓜是用来吃的，是吧？嗯。现在黄瓜就被他们变了一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嗯。你要逼我吗？我要你逼，逼你。哎，那黄瓜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嗯。黄瓜现在是。嗯。小鸡鸡的意思，哎，我不说。哎呀，你好流氓！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回来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没事了。厉害了！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厉害了！哎呀，我都没事了。啊，我跟你合个影吧，啊，来。不要，不是因为没有我吗？我要。